しよう。这种自治推荐就一个，陕北好，寿命长，自寿千年，活子千年，就这种字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这是鬼祟。啊，目的做的就是要把祖先先留下这一份遗产不能丢失了，所以在一直在坚持在做这一件事，一直致力把这事做传承下来。外国字画大师和国内的一些著名的书画家来使用。